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今天是5月26号，开服第29天，马上30天了，30天，我们应该就会有个那什么魂导器就能解锁了，会很厉害，据说战力哇哇哇的涨。然后今天我们继续来抽卡，先来个预测，300抽是否能出3发幸运是吧？我们昨天运气是很好的，爆棚的，今天看一看，这边有个公案的神星，这神星的话不要抽吧，这个有一点点作用，油膏长老好像可以升一下，火系升了以后会更强一点点，但是花新契约抽这些东西，我觉得是流氓行为，你看150抽得一个神星没有必要。这边的话就是万一抽了一个别的什么光案就牛歪了，这我们再买100发，马上先去把该买的每日买买。怎么了？没事，先预算20000，不是我和老板个人一人出了10000，慢慢花。咋可能预算20000了一天？没有大活动也不会多充，你看我们每天买的都是一样的东西。其实我计划20000可以玩一个半星期的，但是每次就只能玩一星期，就比较烦人。月卡满到了。哦，好，蓄一下，蓄一下。4、5，开局养成星吗？别养，留着，之后他还会换的，换了其他更强的卡再买。快到月底了是吧？是的，是的，所以就比较烦嘛。好，各位，买这个零手，21000的能，14000的不能。好，截止。小龙，今天我先抽150。哎，你来，剩下150你来，对吧？小龙来保底就可以了。只要你能抽两个，那我肯定。哦，好好好，看一下，我先出一个，好吧？这么好抽？哦，刚是双光系啊，双金啊，双金，刚才是双金啊，朋友们，那个金色是什么卡？一个男的，我看懂了，但是不知道他叫啥名字。点太快了，不抽二名，抽蓉蓉啊？怎么又出一个蓉蓉？这送的蓉蓉，今天送了一个蓉蓉，我开心。昨天中了1000的就是你吗？你就充了50中1000，假的吧？我看一下，昨天有中1000的吗？一周新玩家，哦，花生果然是，这玩家充了50中1000，我靠，你牛掰，我都没中过500，更不要说1000了，好吧？这个感觉像我们请来的托一样，算了，把他拉黑，吸血，好，吸血来了2个，对吧？能不能到你还说不定呢，是吧？最后一个生命女神，哎，还3次，对，2次。下次必输金，好，紫珍珠不行，我还以为你能出呢。来吧来吧，看着光猫，来看一下，还光猫，笑死个人了。看我的来，好，小龙要重新画个阵，他不信我。光猫看着，好，如果小龙150抽都没有抽到那个生命女神，回去就把他脆了。这个是谁呀？赤心火舞啊！不要火舞啊！赤心火舞很好，很好，但我要多给了几个心愿嘛，挺好的。唐烈。不行，哦，马红俊又是双金，今天出了2次双金，最近卡那么欧吗？什么女神出了？哎呀，我以为他不出呢。你们五区有个人出了32中了1000，感觉都是我们请来的托，算了，我们还是不要说话了，对吧？这个游戏我们这个福利做到位，至于你们信不信，就是你们的事了。白嫖七里750，950啊，好，没关系，你们能白嫖那是你们的厉害，是吧？像我花钱都嫖不到，这个东西就是玩的人特别多，就会有一些人有很幸运。半月礼包这个我先领取啊，我们本日的话没有什么太好的说要买的东西啊，没有。蓉蓉，那先升一个这个吧，加一下攻击，啊，生命其实很好，要他肉一些多好。蓉蓉本来就很肉，现在就更肉了。还有一个蓉蓉，哦，对，还有个蓉蓉，但是需要个狗粮。等一下，刚才为什么没有出来？哦，还有个蓉蓉，好，八斤狗粮对吧？简单，罗高，哎，差一点，好，还是你。结果公布一下，今天又是以多赢少，可耻的胜利。平时他们都不信的，今天都这么动心的，看我玩太爽了。是的，感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就是玩遍天下各种各样的这个氪金游戏，让你们爽就行了，你们就少充很多钱，对吧？就希望能造福于大家，但是我们也不要说的那么高尚，对吧？我们自己也是来赚钱的。好，试一下再激活攻击，这个才加了17000，这个就加的不是那么划算了啊，不对，千月雪升一个，走你，终于可以成神了吗？今天你要做什么，小龙？今天你要好好去推这个火系的图呀，好，直接再加21000，那这我又加31000，不是，今天是有问题。这个到时候你要推图，你要怎么办？你要把魂骨卸起来，然后再推这里的这个什么杀戮之都，懂了吧？特别麻烦的。好，现在我们有两件事啊，一个是刷残酷店交给小龙了，另外一件事情我们就该刷该推该打大洞打大洞。我们先把这些东西刷完，一个是这个，一个是后面那些东西，后面有个那个什么敏堂的那个东西，再刷一下就可以了。融合技可以升，好了，随时可以升。慢慢升啊，别着急。现在特别缺这个进阶石。你碎片合出一个光猫，那你也是不容易。碎片合的话，其实是很辛苦的。噔噔噔噔，
现在小龙买这个东西轻车熟路，我感觉这个剪辑应该把这个东西剪上去，咣咣咣咣的买，特别爽。一点钟玩《凡人修仙传》啊，一点钟去修仙，今天是修仙的最后一天，对吧？晚上其实修仙还有活动，我在犹豫，不知道要不要玩。哇，那么多币子，十一个币子，左边还有，没关系，你看。强如小龙也会有失误，对吧？所以大家不要对自己那么苛责，对吧？然后该吃顿好的就吃顿好的，对吧？不一定非要玩游戏，对吧？不要减，就是少一些强迫症。然后呢，这个少买一些东西也没关系。这个网购，对吧？你要应该是这样说，你要去网购，每天心心念我就要买个什么 iPhone， 也不是必要的，对吧？你要戒除自己的强迫症就可以了，对吧？上面，小龙已经麻了，他已经 what 了。我看小龙犹犹豫豫，就是这个你要点的快的话就会有失误。我以前就是发现，我去看别人玩，我觉得他好多问题，但是我自己玩，我觉得没有问题。但是还有很多人水友一起在看嘛，你说几百双眼睛一起在挑的毛病，那我可不得失误嘛，就很容易就失误了。好，这六万刷一下，十二万以上再搞啊！你才筑基中期十层，那你也太拉了，好吧？今天很多人都要结单了，你才在这个什么筑基中期，太拉了。好，这个啥都不给，你看钻石不就花在这种地方吗？我靠，这个稀碎，我靠，我觉得这好难受啊，这 12K 120K 都不给啊，这游戏啊，原来是为了要给我 150K。 好，那就全部都抽150吧，什么八十毛已经抽到了无所谓，对吧？搞搞搞，四个，这四个要留着。好， 150K走，我们现在就是升几级，应该可以升好几级，两级，一级两级。今天啊，三级的话有点勉强，600万还是有点难的。今天这个可以升一级，走，加12000，一分不充，主打陪伴，那也没有问题，没毛病，也欢迎你，对吧？你看今天半神挺亮的，像这种就不亮。到时候我们估计啊，这种也需要两张，然后这里还需要两张，需要四张卡，这个也需要四张卡，我们。到时候每月限购出来的那个金币啊，估计要买这些。猫其实都还没玩，猫的神圣之路玩了吗？我看一下，你看猫还差两张，就一张、两张、三张就可以了。然后这个肯定是比逆人肉和生女神要强一点点的。今天能全半神吗？不能，差太多太远了。除非你给我10万，我直接花钻石去抽，是吧？然后这边把这些东西用一用吧。走你，现在升级玩这东西就是收菜，对吧？特别简单，86级。拿个那个的第一，现在别人要抢我那个时空之门的第一就抢不到了，因为我比人家多了两天，对吧？他就再找上来也不行。哇，直接就全部都 OK 了，好舒服。来，明堂小龙来刷一下，成神太麻烦了，也就慢慢成神嘛，不着急。这么多，哇，好爽！因为昨天我们是60000，今天只有30000，就是应该是前天少刷了一天的。下个月可能会出新的 SP， 入坑魂师的绝配，我们要等老板接了。因为我以前也玩，充了20万，其实就是只有流量，但是没有钱可以赚，一个月亏6万。就是我们不是玩了两个月嘛，将近两个月，就玩了两个月，包括剪辑小姐姐也玩了两个月的，然后到第二个月，然后那个币就过期了嘛。那两个月我们总共是充了20万，当时就是一个月花了6万块，6万R 啊。然后呢，再加上我的人工支出，我就不算自己的工资了。就是，剪辑小姐姐、小哥哥们，当时是有三个剪辑为我一个人工作，对吧？我们今天最重要的就是达栋，对吧？看一下他1389，好，145吗？没关系，高了我们40万嘛。我们看一下阵容，就对位就行了。哎，光猫在这儿，他是生命女神，我是蓉蓉，我是六土，他是土风。对，我们就六土干他就行了呀。它封土是什么效果？我看看啊，哦，减少20的防御，无法驱散。我们的话应该可以的，扛得住，试试看。把小龙挖走了，他在你那儿不一定能发挥出那么大的作用，是不是？走，他全部半神没关系，因为他卡多嘛。他一排都全是财二星的。嗯，没关系，我们慢慢升才有的玩。他一天升完之后就没什么，没有我们精彩了。他就没上线了，我跟你说，他就全部是精彩。哇，他也是回血了，也有急救，他学我，得把妄图挖走。那比较难了，可能没有个500万挖不走。哇，这白虎神殿下来了两次，不然还不至于死呢。好，我先打他一下，你看，这个还没死。呀，他即使怎么继承给白虎的呀？
他还没给白虎呢，你看他继承给白虎，因为他的白虎已经比他要高了。这个家伙他在升一神就可以了，因为他虽然是半神，估计他也差两张卡，少那个攻击和生命。把阿栋挖走是吧？可以考虑。我昨天是把光猫升了一下速度，光猫速度会更快。你看我这都比他先放，拿什么跟我斗是吧？根本打不动，他每次都是五连，这就很烦。你看加血加血，这个加血其实是二明的那个盾化的这个血。怎么我打的还那么吃力呢？我这是神女，神女别被偷啊！但是我还有蓉蓉，我的蓉蓉应该比她是女神的作用要大一些。哇！来来暴击暴击，赶紧加这个输出！我的神女快死了，她的神女还不死，马上要四打五了，有点难。她生命女神回来可完了，她对她生命女神这个我靠好烦，我光猫待会要死了呀！啊！我靠，直接出被动了，杀了一个。那他这个也要出被动，刚好打我蓉蓉，挺好的，克制了他一手。妄图玩过闪烁之光吗？玩过一天，不太行。武魂融合技，复活神光。他复活了，他复活神女，我也要复活呀，没关系。好，蓉蓉克他。白虎别死，好。他没了，他加血加的多，但是我只要猫别死就行了。我操，他每次都是五连，这个五连还是很强的，各位，大家可以学着他。完了，好，你们白给他回血。我靠，就看他能扛住了。完了。好，下一回合。哎，七宝，为什么我们是九宝了？没关系，他是不知道，技能问题吧？他声音是七宝，我们是九宝。哎呀，一丝血，就看谁速度了。我们速度应该要快一些吧？好，一干气就没了。好，赢了啊，各位！虽然我们赢的不是那么厚道，但已经赢了就行了。天平模式开启，全体免伤和受疗减二十减十，不管他，反正你看24、23都差不多的。两星三星都差不多，伤害的话，人家这个白虎我看一下，22M， 你们才14，我们的白虎就是500万，他的白虎是2000万，怎么样？同样为白虎，他那么强的，我、哦、靠，高级穿透，高级破军，他主白虎了，就没有主光猫了，东西全部给白虎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先主光猫，先杀他，这些东西不是还没有强化吗？对吧？没关系，然后呢，我的这些东西还不是半神吗？我变成半神，变比他还要肉，不就行了，对吧？他是有4个半神，我现在只有3个半神，而且卡他是比我多的，有可能半神他还升了级，对吧？他白虎比光猫强，是他可以培养的，没关系，让他这样去试。他打的话，有可能可以打过我，因为你看刚才也不是白买没赢嘛，对吧？好，各位，我们今天这个游戏先到这儿。